我们来看一下旺市2021年6月上半月的房市表现如何。独立屋房源储备量356，成交量134，平均售价超过168万，平均售出时间14天。镇屋和半独立屋房源储备量108，成交量61，平均售价超过106万，平均售出时间9天。公寓房源储备量202，成交量64，平均售价超过68万，平均售出时间20天。豪宅房源储备量109，成交量12，最高成交价430万。每一间 house 都有它的特别之处，如果你希望我为你做更详细专业的分析，来找我吧。